你明知我在郭沧遇险，为何还来的那般迟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。那也太小心了些。就真的不怕我出事吗？当然怕。 早已想好，若你出事，我绝不躲。你别胡说了，我逗你玩的。 信任我，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分担，我已是很知足了。哪怕有一日我真的出事了，我也想你能好好活着，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。 吉祥之兆。倘若沈岸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替子胜和少商感到高兴的。如今，他们俩终于又重新的在一起了。或许啊，是沈岸在天有力。 默默的庇佑他们吧。已故的人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过去，我也常像现在这样。 仰望星河，我会想我的父母兄妹，是否也化作了星星，看着我。后来我发现，他们是会回应的。如何回应？你跟他们说话，他们若听见了。 星星便会闪烁，你可以试试。皇后，我是少商，你可有听见？ 那个星星真的闪了一下。皇后、阿父、阿母，我找到共度一生的那个人了。 看见了吗？他们都看见了。
在死后之前，就盼着我们能够重归于好。此刻，他定是在替我们开心。 你将他缠在手腕上多年，每每看到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一处还是热的。有一句话，早该对你说了，子慎，你知情，知性，心如赤子。 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二老，我能遇上你，三生有幸。少少，你至纯，至善，心坚如松。 是这天底下最好、最好的女娘，能遇见你，我亦三生有幸。 霍将军，霍不疑，我可把女儿交给你了啊！你若对不起我家袅袅，我们程家全家抄家伙，烧你的将军府，为袅袅讨公道。